大家好，我是 JanusGan 的销售经理，我叫李丹。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款由 JanusGan 开发的最新的跳马蓝牙扫描器。大家可以看到这款扫描器体积非常小巧，那我左手呢拿的是一个 Zippo 打火机，大家可以对比一下，我们的蓝牙跳马扫描器要比 Zippo 的体积还要小，厚度和 Zippo 是一样的。那这款蓝牙扫描器的条码扫描功能性能非常强大，它可以扫描从3米甚至到50米的条码。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条码扫描功能，这是一个条码扫描卡，它的扫描速度是非常快的，它同时还可以扫描3米的条码。我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高密的产品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条码卡就有一个3米的条码，我可以非常快速的扫描3米的条码，那说明我们的这个条码扫描器的性能是非常强大。